一家小老师有工作呢，就是那个郭启流先生，那个时候台北的水源快没了，他就发现新店溪的上游有可以用水，可以用，他就要把那里的水引到台北市去来，很辛苦啊，一钻一找，像蹦蹦蹦才可以找到。Uh-huh.所以他就找了当地的一个五大庄合作，帮他们继续盖，然后就最后就咚咚咚盖完。总之呢，就是一个很有历史的东西。郭启柳先生，郭启柳先生，香港或日本会有这种渠道吗？渠道应该都有吧，因为台湾很多这种做的。嗯，听说碧潭那边可以就是叫什么天鹅船。采天鹅船，对，我们今天会采，今天可能会有五，我们去当一只可爱小天鹅。等一下，这边鸽子超多，我超讨厌鸽子，你超讨厌鸽子。那我们赶快拍一下卢卡与鸽子的一些互动。我不喜欢靠近那边。我撞卢卡，很开心的刘小晴，卢卡很远，什么用命令跟扇子驱赶鸽子，什么意思？很像屁孩耶，真的很瘦哎，刘小晴像屁孩，碧潭的屁孩。但我今天跟大家保证，今天一定不会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全团出游，全团一起出游，全团出游到碧潭。大家知道这里又叫做小赤壁，我知道，因为它那个壁就很像那种古，很像对中国的赤壁。对对对对对。如果不是太阳那么大的话，我觉得再晚一点下午的时候在这边散步应该蛮惬意。对，上面是不是吃的啊？对，不要想吃的，大家说我们骗吃。对啊，大家说我们都是东北。我们是很专业的专业美食家。一拳定胜负，剪刀石头布。Yes! 从没有那么兴奋。好，141公分要出发了，我们来剪刀石头布，141公分，准备出发，1、2、3，嘿！我有听说一家的立定跳远是最差的，比晨晨好一点。剪刀石头布，谁剪到的？282公分，准备出发，1、2、3，嘿！好厉害，一二。一家那是已经胜负就在你眼前，剪刀石头布，好快的，两步跟我的两步差太远了吧？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一拳定胜负，剪刀石头布，两步的，剪刀石头布，谢谢大家。大家，身为这个猜拳第一名的人，我觉得非常的荣幸，就是因为我昨天刚结束完表演，我觉得我待会可以享受在这个天鹅船上面快乐。没办法踩的人才没办法享受那个乐趣。我们一开始就是打算享受那个乐趣，才就是故意让他，你知道，就是现在赢的人代表他的运气用在这里。9月20号你就知道，我靠，没有运气会一直下去的。一直下去的，一直持续下去，一直下去。Action！ 君の全然前世から僕は君を探し始めたよ。你的名字是刘晓晴。你是那个 TVB 那个？碧潭吊桥，碧桥。有人怕高吗？哦，我有点怕。对嘛？大家都不是，怎么办？这个不是高，好可怕！我们才走第一步，好可怕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哭了！我想扶着，怕吗？很好笑。我们要当那个神隐少女，那个。好卡，详情请看刚刚我们拍的。对，有没有人怕高吗？你怕吗？还好，高怕高吗？恐高就我也还好，我也还好。可恶，我们都没有综艺魂。让你们等一下看一看小新的综艺魂。你知道什么叫综艺咖吗？不知道。
就是要比放下我包他们更加重要。下站铁了。哎、欸，其实这条桥还蛮长的、嗯，超级长。但其实它没有在前面，它真的没有很晃。对，就是很稳啦，就是都在演，好不好？看下面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去踩的天鹅。对了，你不用踩啦，我们要变，yes，漂亮的天鹅。我们不能当企鹅，可是可以可以当天鹅。对对对，企鹅你就就当在下面游泳吧。那我们看一下这吊桥可以看的景色，嗯，就是比下面看的更加就是宽广阔，它的坡好高哦。对，我看，真的很高哎，好漂亮哦，很美的这个景色，阳光照耀着我们。这个新鲜的空气代表着绿草地上的奇迹，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，触动了心感应的奇迹。当风吹过这一片绿草地，你会知道我爱你。谢谢。听说那个景色有列入那个。哦，八景十二胜，对的，十二胜里面呢，其中的乌来这个景就是在讲以碧潭为中心，嗯，旁边的新店的景色，对，很漂亮，交给你们了 ，TP 号出航，它完全没有动，耶、yeah ，我们现在已经出发了，那架负责控制那个控制方向。这一起的伙伴跟你一起努力，加油，给我力量。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一家没有踩。啊、哦，真的很轻松哎。一家没有踩，所以我们特别慢啦、啊，就是一家。哦，开选一个就是任性。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空转的脚踏板，轻松轻松。可恶，还在被扇风。轻松。可恶。有一天呢，我们成员有一位叫林杰勋，对，就是那个叫豆皮，说要带我去碧潭，结果呢，他就把我带到了小碧潭站。碧潭哪有在小碧潭啊？碧潭是新店、哦，这里是新店，这里是碧潭，这里才是碧潭。我自然都可以把你心连心，我自然都可以把你心连心。小型的幻想小剧情。就是必须要爬过这一座山，才能够握住那个麦克风，成为我们的顶尖偶像。像我们这种旅人啊，只能白白的看着他经过。露卡有踩过吗？有，我坐的那个山底下有一堆湖，那边几乎都有那个天鹅。对，日本很多湖，超多的。然后去哪？直走。直走。就是去船长那边。好的，船长。是的，村长，加速，有哎、欸，有吗？有吗？有，加速狂飙。啊，再后退一点，再后退一点哦，后面注意下哦。啊，对哦，再注意下哦。停车，停车。惬意的我。啊，好可爱哦。啊，可爱。它在晒太阳，它脖子也太长了吧？不懂啊。啊，拜拜。好可爱哦。生态环境。我们的岸边就在那里了，大家加油！成功入岸。大家看我们走了那么久，一定在想说我们的食物到底在哪里？我们一起一定要吃东西。对，没错，我们点了芋圆豆花，对啊，还有自选的四种刷冰，超级适合夏天。对，大家知道。绿豆是什么人吗？什么人？绿豆嘉义人耶、yeah ！啊，那一家是嘉义
轮飞轮客。对，是我们第三集来到了新店站。大家有什么感想吗？第一次来到算捷运站比较偏远的最南边，觉得我好像真的没有来逛过，所以这次就真正的来到了碧潭，很开心。今天跟你们一起开一团运动，对，运动。感觉不错，感觉很棒，而且这里的景色真的很美，就是在台北市区不会看到的景色，有很多山，很多湖，又有历史的感觉，哇，好棒的一个地方。对，我觉得还蛮适合，就是约朋友啊，或者情侣过来，因为它蛮多那种拍照的亲子的那种。对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还有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下集也请留意，拜拜。男朋友帮我踩嘛，好热、哦！你要不要帮我踩？啊！撒娇踩，他不需要，你看他那么这样子，谁要帮他踩啦？